是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揭晓荣誉了。接下来要颁发的是聚焦在艺人本身分量感很重的三份荣誉，有请赫斯特媒体中国集团出版总经理张小怡来为我们揭晓。有请。欢迎张小怡女士。获得2019年度品质艺人荣誉的是，请看大屏幕。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品质艺人李现。比赛结束，小姐。是的，恭喜恭喜李现，有请李现上台。戏里他是甜宠男主扛把子，俘获万千少女心；戏外他是温柔绅士，展示独有可塑性，角色演绎层次鲜明，时尚表现富有张力。他就是百变现男友，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品质艺人李现。非常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非常感谢腾讯视频能给予到我这样子的荣誉。那这个夏天，亲爱的热爱的，在腾讯视频跟大家见面，那我也很开心啊、在明年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腾讯视频有更多的合作。那这个品质，其实我也是希望自己在明年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有品质的作品和品质的角色。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直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们，然后感谢我的公司一心娱乐，当然最后要感谢所有一路陪伴我的天线宝宝们，宠你们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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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再次恭喜，谢谢李现。